现在这个时候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的时间不多。我是听到许许多多的方面，一些学者专家给我的信息，都提到2012。当然，我们的目标锁定在如何来拯救2012。用什么方法拯救呢？改变心态。这是量子科学家提出的一个贡献。意念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。如果是集体的意念，很多人都有这个好的意念。这个好的意念就是我们讲儒释道这三个根。无量寿经。这种意念非常非常之好。人越多越好，力量越大。来化解地球上种种的灾变。佛在经上是这么告诉我们的。难得在这种紧要关头，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他所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应。他跟佛法做了证明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修摄善业道。摄善业道必须要用弟子规跟感应篇做学习的条目。也就是摄善业道落实在弟子规，落实在感应篇。在文昌帝君引之文落实在这上面。你把那两个做到了，十善业道就做到了。然后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这个一门就是净土法门。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声阿弥陀佛，其他通通放下。因为时间只有三年了，三年还不到。希望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，把这个灾难减轻，把这个灾难的时间缩短。过去好多次都应验了。但是这一次比过去严重。我们尽心尽力。大家同心同德。用我们的善念善愿来化解这个艰难。